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善知识法语。我即为老菩萨，伊讲伊安怎含好亲身的经验互阮听。伊笑笑甲阮讲，伊的先生有时拢有一挂欺负伊的代志。咱做第三者的人，该听起来嘛感觉，迄实在是一挂真困难的考验。但是这位老菩萨伊安怎处理呢？伊是一位真打拼的修行人，透早天未光就起来做早课，念经真认真，伊拢跪伫念，念到气喘袂起来，得甲胸坎噜噜的，搁再继续念落去。旧年来拢安尼，所以伊的海清胸坎一部位拢愈加细起啊。伊是遮尔打拼伫做功课，而且寺庙若有啥物功德可做，伊拢真努力去做。当伊的先生掠伊受气的时，伊拢安怎想呢？伊讲，并不是大概拢你较对，我毋对啦，是我的功德人栽培真无简单，我毋甘是我的功德人，所以无爱和你计较，无爱和你受气。这位老菩萨，伊知影家己要证功德人真不容易，所以伊就毋甘受气，毋甘受家己的功德人。咱必行菩萨的人，就是爱忍耐、忍辱，护持家己的心，唔好去和亲心生起来。实在讲，这是足不简单的，因为世间的逆境真多，痛苦的境界真多，卖受气是非常不简单。那是真简单，咱大家老早就拢幸福了。咱过去生，就是即颗受了无及格，爱受气，毋才会搁来轮回。人若是毋甘烧功德篮，会晓将功德篮保护好好的人，早就坐伫西方一七宝树功德篮下面伫纳凉啊。咱就是种无几丛树啊，去酷酷烧，毋才会无甲一丛大丛树通好纳凉，不时嘛风吹日晒，真艰苦。咱一世人若要过安尼酷酷烧，决定嘛阁会失败去。咱爱不时勉励家己，虽然是真困难，嘛是爱做落去。咱个人缓和烦恼的办法无共款，可以互相做参考。我家己嘛是时常会拄到感觉真无力、阁真可恶的代志。当然，佛法都甲伊放一边，身体烦恼起来用，愈想愈受气。念佛拢是嘴在念，心内拢无佛啊。后来是安怎才幸福落来呢？我是懊恼懊恼，阁继续去念经。当时是念《观无量寿经》，读到其中下品往生那段，看到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的心。经文里面说，有一种众生实在会使讲罪恶的代志做甲真焦着，犯戒嘛犯甲足周全呢，逐条都犯着。即款的众生恶业做足济，佫感觉家己真得意。看到这经文，我家己的反省，
这款的众生那是去活久的，决定我会阁烧我的功德呐。但是经文讲，这款的众生，伊那是会当忏悔，一念回心，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同款要来接伊去西方极乐世界。观世音菩萨同款是用大慈悲的音声来安慰伊，来使伊发起菩提心。读到这，我感觉真惭愧，惭愧家己的心，奈何佛菩萨差遐尔济。在下品下生那段，佮讲到有五劫十恶的众生，五劫十恶是偌歹呢？五劫就是胎死老爸、胎死老母，甚至连阿罗汉这种圣人也嘛该胎死，连佛祖也嘛想要胎，只是胎未死。个破坏和合的军团，这叫做五劫。十恶就是十项恶事做个真焦着，无一项做不着。对于这款五劫十恶的众生，阿弥陀佛是安怎办呢？阿弥陀佛，敢会看一个足受气，怎受伊的功德呢？阿弥陀佛，这么这人讲呢？阿弥陀佛，同款是用慈悲心，等候以一点忏悔回心念佛，等于一点回心念阿弥陀佛的时，阿弥陀佛照常手寸长长，要来接引伊，照常用金莲花来接伊去西方。同款用西方上好的七宝美丽风景来招待伊，用最慈悲的教学来感化伊。我读到这个所在，目屎都淋下来，家己回心来想，为什么阿弥陀佛慈悲要救度的众生，我要含伊受气呢？为什么观世音菩萨要用大悲音声来安慰的众生，我要含伊受气呢？佛是一直想要救伊，要帮助伊，我是一直要气伊，安尼我敢是含佛在作对，含佛在唱反调呢？安尼敢是含佛的抬杠呢？我学佛的目的，敢是必来含佛做对头的。佛要度众生，我偏偏要来气众生，我安尼敢袂想过离谱？我嘴是讲要去西方，但是西方的菩萨拢是什么款的愿力？什么款的慈悲呢？我一拄到小块代志，愿力和慈悲得救起啊，脾气得夹起来啊。我这款的心和阿弥陀佛敢会相应？和佛无共心地，无共愿力，敢会当去住共一国？人若是卖嫌人拜的就好啊，人过去嫌人拜。阿弥陀佛和西方的菩萨，因要度咱，慈悲愿力是偌灵大，不管咱偌歹，伊嘛是忍耐咱，过来度咱。像我呢，小块代志都看袂顺眼，是要安怎和人参加联谊海会呢？
我的对照佛经该看起来，一个五劫十恶的众生，在临命终时，若会使回心来忏悔，念十声的阿弥陀佛，甚至念一声，有想要去西方，佛嘛照常会来接伊去西方。这么简单的代志，为什么我前世人做不到，无去西方呢？这其中有两种的可能。第一，就是我比五劫十恶搁较歹。第二，就是我临终连念一句阿弥陀佛的能力都无，所以这世人才会过来轮回受苦。安尼讲起来，我哪有得偌好？比五劫十恶搁较歹，而且临终连念一句佛都念不出来，安尼哪有得偌好？别人哪有偌歹？佛祖讲遐尔济的经典，要度我，要劝我，唔通受气，唔通去嗔恨心。我嘛是拢互佛祖劝袂到，唔才会搁伫遮伫受气。我家己嘛是改袂起来。所以别人一犯错的情形，也是和我差不多利益。所以人也无我可恶，我也无我善良。我家己也是佛法的慈悲智慧，拢袂当提出来用。安尼是要安怎怪别人呢？我看我也是赶紧忏悔。发惭愧心来改进较好，赶紧念佛较好，卖伫遐不时用嗔恨心，不时伫受气。佛伫经典内面，甲咱鼓励讲，会当忍的人是上界有力的，忍辱的功德是最大的，忍辱的功德甚至是世界。受苦行拢对袂到的，这对咱是真大一鼓励。假使今仔日有人真无道理侮辱咱、冤枉咱，咱若是当下会当该化解、忍落来，安尼讲着，特别世界受我苦一苦行搁较大，因为这款的功夫。真不简单，必须爱有智慧，有慈悲心，有安定的力量，才会当忍下来。所以讲，一个有能力通忍辱的人，用伊内心这种忍辱的功夫，伊必定会当持戒。但是，一个会当持戒，甚至受苦行人，未必会当忍辱，所以讲忍辱需要的功德上介大。咱时常听到一句话讲：一念嗔心起，百万众门开。意思就是，咱的心那是生起一念的嗔恨。受气，就等于替家己开了一百万的障碍门。一百万的障碍门在咱的面头前，较总埋葬入去障碍门。意思就是较总埋拄着障碍，一念一受气，就会生出几百万的障碍来。咱爱知影，这几百万的障碍，并不是随便讲的，是真正有种种的障碍的产生。这伫《华严经》有甲咱讲真清楚，《华严经》有八十华严，其中第四十九卷叫做
普贤行品。这篇普贤行品是华严经的第36品。经文内面有一句话，咱先用白话简单讲一下，就是讲，我毋捌看过一种故事，亲像一位菩萨对其他菩萨受气，遐尼大遐尼严重诶。菩萨一旦对其他诸位菩萨生起受气嗔恚诶心，就是家己成就了百万诶障碍门。什么款诶障碍呢？就是使家己无看到菩提诶障碍，叫做不见菩提障，使家己未当听闻到正法诶障碍，叫做不闻正法障。也搁有会障碍家己，使家己生起不清净诶世界，因为家己用不清净诶心做因，当然搁会生起不清净诶世界。以上是咱用白话简单讲一下，现在咱将这句经文念一下：我不见一法为大个实，如诸菩萨以他菩萨起嗔心者，就以诸菩萨起嗔恚心，即成就百万障门，所谓不见菩提障，不闻正法障，生不净世界障。除了咱上面念这段以外，经文阁讲到真济嗔恚心的障碍，这也就是咱平常讲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的经文根据。咱将这句经文稍微解释一下。经文讲：我不见一法为大个实，如诸菩萨以他菩萨起嗔心者。意思就是，我毋捌看过一件代志，算作大个实。这是含什么比无算大个实呢？就是含下面句所讲的起嗔心，含起嗔恚心比起来，其他的代志拢无算大个实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嗔恚心的个实是上大的。经文阁讲，若以诸菩萨起嗔恚心，即成就百万障门。意思就是，如果对其他菩萨生起嗔恚受气心，就成就了家己几百万的障碍门。下面的经文是指出障碍的名称，所谓不见菩提障，使家己无看到菩提的障碍。咱讲较简单的，过受气的白虎啊，哪有看到菩提呢？那受气，就是因为目睭专门去看那件使你受气的代志，或者去看那个使你受气的人，不才会一直受气。人若是专心要去看受气那件代志，甚至连佛来都不看去，当然也不看去菩提。不信的话，你若很受气那天，我去领导跟领导互相为两撇嘴手，你也不看到。你若有看到，也只能看到嘴手，没看到佛。因为受气的时心有很大的波动，就亲像水面起了很大的影，什么都照不清楚，当然也失去觉悟的功能，
失去自卑智慧的功能。下边讲不闻正法障，咱唔免讲甲伤过深，只要讲受气时，提一个佛法的录音带互你听，你就可能会气甲听拢无，唔知在讲什么。就算无臭耳，有听到在讲法的声音，嘛无明白，唔知影迄个法在讲什么。因为一受气，心得乱起啊，当然无觉性，听不清楚。下面一句经文讲：性不净，世界障。咱若是真爱受气，嗔恨心较重的人，就会往生去无清净的世界，这是去无清净的世界投胎出世。这句话是真值得咱反省的，因为咱现在拢出世伫五浊恶世，咱出世伫污染无清净的世界，咱嘛唔好怨叹，因为咱为什么家己来遮投胎呢？因为咱的嗔恨心拢真重，咱家己若卖受气。拢无嗔恨心，心清净，早得往生去清净的世界了。就是因为咱爱受气，无清净的心，所以才会感应来这个五浊恶世。人的出世去到位，是咱的心家己选择决定的。咱若选择袂一直该受气落去，当然对含无清净的所在相应。譬如讲，火神、蚊啊，一寡虫，伊得出世伫大便粪扫的所在，伊要向迄个所在飞去，要去遐投胎，迄嘛是伊家己的心所选择决定的，因为伊的心。含迄相应，所以就会决定去遐投胎。那是西方极乐世界，是一个无人伫受气、真平静的国家，所以咱嘛是爱用卖受气、欢喜的心，频率才会对，才会当含西方感应。所以咱平时受持戒律，也就是在帮助咱消除往生西方的障碍，消除咱内心的贪嗔痴种种烦恼，咱的心才会清净，念佛的频率才调会对。咱平时拢有做一挂念佛念经的功课，做完得念回向文，回向要来去西方极乐世界。但是回向文打念了，接触佛堂就开始看东看西，找一挂代志来受气，专门找凡夫来受美受应，安尼含佛要安怎会相应呢？咱国语讲相应。台语买西念作相应，买当念作修应。到底你念佛是含佛相应，也是念了专门当含凡夫的修应呢？如果念佛念了的专门含凡夫的修应，安尼是要念个多一天才会出团？念到多一天才会当含佛相应呢？像这款的念佛，这款的情形，含做功课所念的回向文根本都无同。咱回向文是念讲，就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。
结果一念了，家己就去和众生受气。本来菩提心是慈悲，灭度众生，结果说去和众生受气，连家己都无发菩提心，是要安怎回向见闻的人拢发菩提心呢？含人受气，甘是互相真痛苦。用这种受气痛苦的因，是要安怎得到往生西方的果呢？是要安怎同生极乐国呢？人一受气，就自动走去极苦国啊，根本就未去极乐国。哇哦，狗狗好可爱哦！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。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，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忠心。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。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，需要您的帮助。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、救护、养护流浪狗。划拨账号5001-6766，5001-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新逢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万倍，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特举办八关斋戒暨礼拜大悲忏法会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。日期9月13日星期二，时间上午8:30开始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，电话03989-9319，03989-9319，03989-8686，03989-8686。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斋法义，共沐佛恩。疫情期间参与共修，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。华严专宗学院研究所暨推广部招生中，凡有兴趣学习华严的正信者，欢迎报名。报名申请入学资格：一、大学部正修生，高中以上；二、研究所正修生，大专含同等学历，或佛学院高级部毕业者，台籍、外籍学生及大陆法师兼收。现女众50岁以下，正信佛教徒。报名方式：上网下载报名表，请务必注明姓名、地址、电话，并以 Word 及 PDF 档案格式寄至 email 信箱，或电洽教务处02-2341-4760，02-2341-4760，推广部02-2321-3319，02-2321-3319，地址台北市中正区暨南路2段44号。阿难陀尊者多闻第一集经传法。阿难陀尊者自幼出家，记忆力极佳，是佛陀弟子中多闻第一。现代佛弟子能听闻佛法，正靠着阿难陀尊者于佛涅槃后，于集结圣典一字不差地背出佛言教法，而后也成大迦摄尊者托付，领导僧团，肩负弘传正法之重任。一心顶礼尊者阿难陀，祈愿大众见舍利生欢喜心，并学习尊者以戒为师，依法而行，使佛陀法身有传于世。